因为总统教育长甲议员会长的学生有应庆高中林献斌、大埔国中甘翠红甲元宗国小的邓美美，15号甲馆长邀约，馆长翁章良亲自接见，颁奖礼品加冕，肯定学校用心栽培甲指导，更敬佩三位同学无为成长环境的艰辛，也会当奋发向学，力争上游。因为总统教育长盖棺黑将的学生是永庆高中林玄彬、大埔国中简翠凤以及元宗国小邓薇薇。15号甲馆长邀约，馆长翁章良恭喜着三位盖棺的学生，会用的应获着总统教育奖。面对困境，也用的无服输、无放弃，而且在逆境当中找到家己的一条路，是相当敬佩。在逆境当中的囡仔，必须是相信所有安排拢是上好的。每当碰到困境，也必须先接受，再来面对。馆长翁章良也期待大家拢会用咧走上人生的正确道路。到总统教育奖，那总统教育奖实际上是面对一些困境的小孩子，那面对困境不服输。那后来在整个的个人的特殊专长，或者在课业上，基本上都没有放弃。那经过评审委员的评审，那才可以取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嘉义县现在这三位小孩子，那实际上你只要听他整个的成长过程跟故事，实际上有时候你心比较软的人，你真的会流眼泪。但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们三位都比其他的小孩子更早熟。那比其他的小孩子看起来更坚毅，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负面的，但对某些人来讲，有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不定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逆境就创造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跟人格，那我想有时候是正面的。那恭喜这三位总统教育奖的得主。获奖的学生在见面会当中，除了分享总统教育奖的殊荣之外，更展现全奖所有以及分享成长过程中的点滴。世新新闻蔡明彤，该观察员报道。